看了这部《情歌宴》，首先是那个邀请，邀请到咱台湾有个四个辣妹，小姐，介绍到咱轻松古典老来滚滚的歌曲哦，爱情酸甘甜，啊来共同咱个欣赏哦，辣妹特别的情来个做安排，就到咱罗下种地主啊，财源滚滚一直来，而且咱以前的唱出唱歌，特别多唱唱出的甜香哦，再个听爱情酸甘甜。Cheers.